好吃吗？加入会员，抢先看正片，尊享会员加更，萌娃当家，更多精彩内容。爬完山去给那个妹妹过生日呢。哈，我没有吃。妹妹吃呢，像贼。走。生日快乐。你吃吗？我的弟弟妹妹家呢，在什么？这养几个马现在？哎，我家里喂的就喂那个白马吗？会不会骑马？会呢，赛马骑过没有？没有啊。敢不敢骑赛马？不敢啊。现在骑赛马孩子太少了，家就一个，哎呀，就是危险。你能帮我拨？你不吃那个，不吃那个，你容易卡住。卡住，卡住，那吐出来快点。快快快！坚果不能吃，儿子。上次那个谁吃直接到医院去了，五岁以后才能吃呢，对。你看妹妹吃没？妹妹啊，你看妹妹都不吃了，你看，妹妹不敢吃了。我也不敢吃。你也不敢吃了啊？哎，好。弟弟慢慢的吃，你吃完不能玩东西，玩东西不好。太好了。马亮，把这书包打开看看是什么东西，给妹妹的礼物。哎，他们拿不上，他个子没你高，他能拿上吗？妹妹捡的，没有，我帮你们吧。蛋糕来了，来，妹妹的蛋糕来了，马里奥，来，来，走，来，放到这儿啊、哦！你要把那个帽子戴上，让他来。啥帽子？我也想戴呢。你戴啥呢？又不是你过生日。我也想吃呢。吃吃吃它，我们都吃。我也想吃蛋糕。你给说生日快乐给妹妹。生日快乐。妹妹，再点一个蜡烛。我点吧。他太小了，他太小了，你也小的，你点不了，你不能动火。那谁点？那小狗送给妹妹的。我奶奶不给我养狗，我奶奶。奶奶害怕狗的，你能养狗吗？你敢把狗抱回去？奶奶拿个笤帚就把你打出去了。你女儿不吃了是不是蛋糕？这也不吃了。小心注意呀！不要过来呀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往上赶，往上赶，等一下。啊，往上赶，往上赶，往上赶。走，
喂羊的，去。你们等等我，我喂吧，还是我帮他喂吧。你还喜欢喝牛奶吗？哎。牛进去了，把那门没关。去。尿不尿尿？差点尿杯子里，我觉得你尿杯子里了。你还喝吗？没有。尿到了，尿到了，你看这都有呢。你是这是不是你尿的？那是杯子里面有没有？没有。哎，我觉得有呢，你喝吧，喝吧，没事。那你为啥要尿出来刚才？你再给我这样子啊！你再摇被子啊！你信不信我起来再把你揍一顿？过来！你干嘛呀？我没有啊！我不喝。没事。对。我给你重新倒一杯。你刚尿进几秒？你自己说。别哭了，你哭我就不给了。妈妈，错了没有？妈妈，这有点凉。你今天爷爷再哄你睡一次，你必须要睡着，好不好？爷爷已经好几天没有把你哄过一次睡着，让你。爷爷现在你在闹，爷爷跟爸爸现在站到一条线上收拾你了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能这样无法无天，好不好？马六，爸爸说了啊，听爷爷话啊。爷爷，来，这样子爷爷陪你睡啊，来，走，爷爷把被子。漂漂亮亮啊！you
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气死我了！哎，妈妈上厕所了，我们就在这里坐一下。这明明的和我管用，真的是。从今以后，爸爸跟你说四川话了，你要说四川话了，听到没有？说四川话。说好高。你说好的，好的不是好的。好的。哎，对对对对。走。走。去哪里呀、啊？我们去幼儿园，启文幼儿园。请允儿你唱一次好不好？来，坐好了。好，欢迎允儿来唱一次。大声一点。我有一个好爸爸，妹妹，我待会儿你玩，我们过来接你。电话联系，拜拜。拜拜。哦。老师好。哎哎，你好你好。哎，怎么样了，小远？哎，远儿现在，哦，远儿现在比刚刚要好一点点了。哦，要好一些了哈。对对对对对。有没有上两次好吗？比上两次好了。哦，那还是可以啊，感谢哦，老师。没事没事。好的，一会儿我要接他，谢谢你哈。嗯嗯，没事没事，好。好，拜拜。嗯嗯。妹妹今天表现得怎么样？还可以。还可以啊，玩了很多东西是不是啊？是的。哎呀，还可以，走，真棒。走吧。放学了。老师表扬你没有今天？表扬了。哇，还玩了些什么呢？跟爸爸说一下吧，你能不能说出来？玩了一些滑滑梯。啊，滑滑梯，还有呢？耍单杠。哦，耍单杠手，这么厉害。你觉得老师喜不喜欢你？喜欢。嗯，吃饭吃的好不好？今天好。香不香？香。对，你香不香？那太棒了，总算成功了，是不是、啊、妹妹？已经成功了。哟，成功了。下车。哎呦，冷不冷啊，妹妹？我肯定不冷啊。肯定不冷吗？我的东西都拿下来哈。好好
这小公主把那东西都拿上了。嘚儿。豆豆来了，小远儿，小远儿，跟哥哥说今天你那个怎么样了？不行。哎，不要这样子约嘛，至少不要这样子烫。谁的这个字？我的，我爸爸给我买的，去日本。你会写字了吗？我不会喽。那你写。我要写的乱七八糟哟。我教你写。亲爱的爸爸，我要吃爸爸，我要吃爸爸。这可能，你又在乱说，你是不是确定？确不确定？确不确定？哈喽。哎，怎么不叫我？你不叫妈妈吗？喂，怎么回事啊？过来，我看一下怎么回事。怎么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叫我？为什么不叫我？你咋的？叔叔，你没看到吗？今天我打扫的卫生。啊？打扫了哦。我今天洗了70多个碗。对的噻。洗惨了，我是刚有了前几天那种弄起的那种。来坐着吃了，快点快点，吃吃吃吃吃了，叔叔，来来来，你要不要算？你要打起精神来了，叔叔，我给你烫点这个，给你烫点这个蟹肉棒，叔叔，你尝一下这豆腐干，吃两口就精神了，好吧？今天允儿给大家说一下，你上幼儿园乖不乖呀？乖。哭了没有？没哭。幼儿园呢？他上幼儿园了。好不好玩？好玩。有多好玩？很好很好玩。而且我就可以在椅子上爬楼梯，就闯关了。那就不错。你看妹妹，她自己照的照片，是不是？是的。我看看，是不是？她的照片对不对？不错不错。这张照片是什么？你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分享一下给妈妈。分享一下。这张照片是我爬着，然后过着那个桥就闯关了。好，然后我给他写了一下，是今天我去了幼儿园，玩了这个挑战，闯关了。是吗？是不是？你还闯了关呀？可以。你知道我跟你爸是怎么认识的吗？我是网友。这是网友。我说的家庭嘛，家庭，然后就想有进一步的发展，结果被拒绝了，遭了个拒绝，遭个拒绝。然后那个的嘛，他们朋友黄伟，然后就在隔壁是跟巴一样聊得很欢啊，我那个同学聊得很欢，聊得很欢，聊着聊着，我这边搞不到事了噻，巴一样那边直接就是我耍起了，我说你耍的啥子？就是你喜欢那个猪猪的那个朋友，我耍巧，然后又给我两天，你还有机会，小姐。我想我啥子还有机会啊？到时候那个黄伟要来，我们约好了见面，他会要一起来。我还准备哦，我呀那哈，爆笑爆笑，那就这样子。你晓得原来那个小军儿呢，杨子江我的朋友的，开起车来接哦，开到那个汽车站接了。当时肯他肯定是，哦，这波还可以啊，有车。你当时是啥噻？没有，我觉得穿的那种洋气。然后见面就说了一句：“刚练完舞，哦，他把我喊到过来的。”其实是巴阳一看就精心打扮，就是一身哇，爆搭配。然后他就一身黑，反正看他还穿的都好看。然后他说：“嗯，随便穿的，刚练舞。”然后就见了嘛。哎，喂，妹妹，妹妹，你刚刚手里拿的那个是什么戒指啊？糖果的戒指啊。是谁给你的呀？园长妈妈给我的。园长妈妈送给你的？这个就是。哇，好可爱啊，这个戒指。
哈多好看啊，明明的好不好看？你看，你带给妈妈看一下。哎呦，好摇眼，好洋气。你看我们第一届的时候，第一期的时候的那个奖牌啊，看一下看一下，我给你取下来。啊，对，让我们在棚里看过，但我没摸过。但是我们没有近距离看，没有办法去看。它是一个，其实是一个时间，11:51，11:51，它就会循环的放。然后这个是一个80年代的徽光馆。啊，你应该让盛哥带你去感受一下他那个做手工的。会的，会的，可以待会儿带你去工具区玩一会儿。可以可以啊。然后这是一个黑板墙，节目看到啊？看节目里看到了，看到哈。对，我觉得有这块黑板墙挺好的。他之前在墙上很多地方就是画了画，然后我后来就发现给他搞一个黑板墙，就专门把一个墙，给他刷黑，他就告诉他你想画就在这里画就好了。是的。因为小朋友会喜欢在墙上画画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我有时候会记一些备忘录啊什么的，就写在上面，或者是相互的留言，因为这个位置最显眼嘛，就写个留言，今天记得买菜，今天这是什么，然后就会写在上面，然后走的时候就不会忘记。我带你下楼看一下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给你拿个咖啡。现在是地下室哎，然后你每天都在你自己的这个地下室里。这边是我的工具墙啊，或者是上面一些收藏，然后后面是我的摩托车的头盔啊、钥匙啊、工具啊。这边是我正在改的一个摩托车，还没有完成。然后这是我的其他的冲浪板。哦，你会冲浪？啊，会一些，会一些，但不算特别好。我跟葛佩尔很喜欢冲浪。我在澳洲冲浪的时候还被水母蛰过，因为澳洲的海域有很多水母。但是我们很喜欢冲浪，就是我处理完之后啊，又去冲了。冲浪瘦的巨快，我跟你说，我在冲海南冲浪，不是瘦的巨快，是我喜欢的那个感觉巨爽，就是那种很自由的那种感觉，就好爽，就真的好爽那种感觉。但是我站不起来，他也站不起来，我们才冲了几次呀？他在那个板上飘回来的，被浪打回来的。哎，你不是喜欢那个啥吗？露营吗？我上次看到，我之前这是我的第一个背包，十几年了，我被他去过很多地方，就已经现在已经破破烂烂了已经。那你们现在会去露营吗？会去会去。是你们带着那个三喜一起去？带三喜没去过，因为去了一趟越南、老挝回来之后，我觉得有的事情其实挺危险的。然后带小朋友去的话，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可控的东西，对，就特别野那种，就是一把刀，就每天就一开局一把刀。荒野露营，荒野求生呐、啊，差不多，真的差不多，真的露营啊，就是荒野求生。葛佩尔，你下次荒野求生叫他。我看看就行了，我看看就行了。啊，每天都在看那个荒野求生。对，我喜欢看那些东西。每天在研究那个，但是没有机会，你知道吗？荒野求生。别，就怕你舍不得你老公，到时候去回来变个样。看看就行了，感兴趣是感兴趣的。对对对。我们玩个游戏，要不要玩？我们有两个这个，我们每一次两个人藏，一个人找，我们看能不能找到。好的。那阿咪，你去数数，我跟三喜藏。好的。你藏在什么地方呀？爸爸可以悄悄的知道吗？阿咪去那边数数，你不要偷看呀，偷看就没意思了。一、二，那我悄悄的知道，我不会告诉他。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好吧好吧，那你妈妈，你妈妈，好的好的。七。你跟他说藏好了，藏好了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，好紧张。小米，你来找。是不是在这块区域？当然啦，还是在这块区域，先找三喜的。找宝贝。啊，我的在这块区域。哦，再给我一点提示。那块柜子那边。哎呀，嗨，找到了。三
关系。你怎么是帮小米的呀？哎呦，有点晚了，我先去稍微准备一些。OK OK， 拜拜。拜拜。四。郭大喜，哎，妈妈有点事情要做，你能不能去找爸爸玩一下？但是郭大喜，你不能告诉爸爸，我不能说漏嘴了呀。妈妈请郭大喜吗？走走走，请我妈妈。看到了，有点搞笑了。我们在这里玩一会儿东西好不好？好，玩一会儿你的。哎呦，你好久不见他是吧 ？OK， 有没有你能玩的东西哈？好。不晓得这块电池有没有电？这块吧，因为这块相机耍吧。来吧，你想拍什么拍什么哈。为什么会这个呀？这什么呀？这个是礼花。什么礼花呀？要不要玩一个吧？要。但是你不，小朋友不能玩，你看上面写的字。小朋友是不可以玩的。我看一眼。看一眼了，不能撤开，不能拆开，我看一眼，直接拧就可以了。三喜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好。那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好，准备好了。开开了，开开了。哈吓到你了没有？厚重脸皮。我完蛋了，我又要收拾了。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，还想再看一次。你还想来一次？来一次。看一次。那你在这里给我拍照，我来喷。你长悄悄的藏着，你在这里站着，准备好了哈。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啊，准备好了我就喷了哈。咯叽咯叽咯叽。啊，好不好玩？我耳朵有点痛。我看一下。嘣。好不好玩？真好玩。哎，哇哇，我说妈来了。哎妈。哎，这个是西瓜。哦哟，西瓜西瓜，进来进来进来，快进来。我要去水了。放点水了吧，哈，让它水。今天你生日，我给你煮点菜吃噻。哦。妈过来给你做饭。不看，这个我都在屋头先把烧好。过来热哇。哎，过来，还加点菜热一下。因为这个很费时间。这个啥子？红烧牛肉。哦，你要不要来帮妈弄一下？来，我帮妈妈。她今天。是那个过生啊，哦，过生日是休息一下。哦，你要用菜包吗？这下，哎，我来取东西吧。
姐你休息一下。嗯，好。这段时间瞌睡都不得好好。买喝不咖啡？我要喝。嗯，好。待一会儿哈，躺一下。啊，吃呗吃呗吃呗。生日快乐，爸爸！谢谢你。那我给宝贝嘛，红色生日快乐。谢谢你们。生日快乐，儿子。好久没有吃妈妈做的饭了。哎呀，他要吃假货假货。你碰一下杯。时间了，我经常给你做。你们捧杯，我捧起。我奶奶给你看一下那个哈。什么？奶奶给你看一下那个，你喂的东西。你忘了你喂的吗？乌龟。那奶奶家的乌龟吗？是乌龟，哎。说下去了，说下去了干，有人打搅他就说下去了。我们来表演一个节目，啥节目？叫做变礼物。要准备生日礼物了是？黄三喜，你给爸爸准备了礼物没有？准备了。准备什么？我看一下。爸爸把眼睛闭上。嗯。我们先来展示邝三喜的生日礼物。过来这边，这边，闭眼睛啊！这是你的。爸爸，我能睁开了不？能。哎呦，哦，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那么多钱，这有好多钱啊！可能一共就20块钱吧。你帮我数一下好不好？这里有多少钱？2000是为了7、8、9。9块钱是吧？哎，哦。写字。这是邝三喜第一次写字哦。这他写的吗？嗯。这真的他写的吗？我给爸爸写个生日快乐好不好？你们从来没有学过字，那我给爸爸写个字。好。走。你看着我，看着我写。这个是爸爸，看看。爸。两个八，两下。你学一下，你照着写，一点一点的，不着急，我们。对，对，对，嗯，其实写的很好，邝三喜。我们再来一张纸，我们写是爸爸生日快乐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画完了。写得好，写得好。哇，比爸爸现在的写得好。你希望你写的啥子？爸爸生快乐。三喜，谢谢你。给你。哦，谢谢你把猫也送给我啊！你最爱的花花也送给我，是不是？亲亲，哎，你闻闻他的屁股，你们俩是最好的朋友。爸爸，哎，没有他，来亲亲亲亲，亲亲爸爸，谢谢你，黄三喜。好了，黄三喜现在帮妈妈把爸爸的眼睛捂住，你的礼物送完了，妈妈的礼物可是要来了，捂住哈，千万要捂住哈，不能有一点缝隙哦。我的礼物就比较多了哈，爸爸。好了，
感觉捂得有点滑的，我看不清楚。哇，那么多，我眼睛好滑哦，现在。我现在给你送了37份生日礼物。哇，这个是1岁的生日礼物，1岁的生日礼物是一个海螺。这个是2岁的生日礼物，这是爸爸3岁的生日礼物。然后在你4岁的时候，5岁的时候，6岁的时候，7岁的时候，8岁，9岁，10岁，11岁，12岁的时候，13岁，这是14岁的，然后15岁，这是6岁，然后17岁，18岁你成人了，送你一瓶啤酒。然后我给你写了一封信，帅气的矿盛，你好呀。你好，今天是你的18岁，也是成年的日子。首先想要祝你生日快乐，我知道你以前的日子也许并不快乐，可是未来的你真的非常的棒。18岁后你可以自己主宰一片天地，用热烈而勇敢的心去面对一切，希望曾经的日子真的就是曾经。18后的每一天都是阳光明媚的，大胆一点，快乐一点，这就是你唯一要去做的事情。还有，我是你未来的老婆。待发生的浪漫，我们会携手而坚定的去发生。加油，你的18岁开始了。好感人哦，好感人，真的好感人哦。陈丽，我想起来一家。咱们最搞笑的一趴来了。25岁，我要送给你一个花，因为我觉得男生也应该收到花。是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匡盛。我是要开业了吧？是啊，你快要开业了。好，他还想给你再送个礼物，来，由我来给爸爸。哎呦，谢谢你哦！这不是你平时耍的最喜欢的玩具吗？你把你最喜欢的玩具给我了吗？过来亲亲。看了珊珊你送那么礼物，我都感觉很愧疚。以前过生都是大家一起啊，就是自己一家人在屋头简单的做两个菜，生日蛋糕都很没买，基本上然后就算是过生日了，所以很感谢珊珊。有的时候也不晓得咋给带娃娃，真的就是珊珊她的技巧比我好一些，就带娃上面，比如说去哄娃娃呀，或者是咋教育娃娃技巧比我好，我就完全不晓得。当然现在要稍微好一些了，虽然说还没有成长那么快吧，但是可能比早些好一些了。但是最近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老师叫咿呀几声，虽然说不理他，但是老师咿呀几声，然后等他不哭了，我才去哄他一下之类的。然后哎呀，反正感觉小娃娃的这种教育哈，感觉就是不晓得咋个去那个，不晓得咋个解决。就你在小的时候，你不爱哭。除了爱打以外，非常爱打的时候叫哭。然后但是你爱打，你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，你不会求饶，你就很坚强的那种子。那这个到底是有点没缺点那个？我觉得这个是缺点。那宽喜现在不是宽喜就特别喜欢求饶。哎，宽喜喜欢求饶，所以说有时候你打不下去的时候，所以我们都对这方面也不得啥子经验，也是比较简单粗暴。其实你小的时候还是受了很多委屈，经常有时候我想起来哈，我都觉得很愧疚的，因为你小的时候你爸平时家不喝酒的情况下呢，还是可以。其实你爸心目中还是很爱你的，但是他喝了酒哈，有时候哈，很多事情他就本来不得啥子事情的哈，他就会放大，把那些事情放大，是不是？放大，然后你爸又属于那种子控制欲比较强嘛，独断专横。我成人的那天晚上，我的父亲发现我还没有睡觉，还在听歌。
他认为这个是个不务正业的东西，他把所有的东西给我砸掉了，对我的影响其实是挺大的。好多时候你们爸打你的时候，我没在当面，是不是？嗯。如果是在当面哈，跟俺两个硬来哈，他对你打得更凶。他们爸也是经常爱喝酒，有时候本来没有说什么好大的事情，他都可以夸大其词。况且当时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哈被他们爸打，很多时候我不能去正面的那种子去维护况且嘛。我妈妈当时其实压力也挺大，我爸爸喝了酒之后会发酒疯。我爸不，这个人不喝酒的时候，这个人挺好的，喝了酒就会，失态。但是他不喝酒的时候，全年可能就那么几天。我现在有时候想起，我真的我还是对不起你，因为我肯定是我属于那种子性格的比较软弱，对你的保护不当。所以说我现在精神有时候我想起啊，我确确实实的我还是很愧疚。那不是真的，真的是对你的保护是不够。我现在觉得我应该是有错的，因为可能是我的这种性格哈比较软弱，我的性格比较软弱，就可能是保护的那种子方式方法可能也不正确，所以说让邝胜呢也受了很多的委屈。这些也是我都怎么打了，其实我把在，其实我在差不多二十来岁左右的时候，我爸那会儿他脾气稍微变好些了，之后我其实我后来我就觉得也没得啥子了，就是虽然说小时候可能对我成长阶段上对我的性格可能有一些影响，但是其实妹妹这个事也淡忘了，然后虽然说记得到嘛，但是不会对我以后的造成啥子影响，以前小时候的事情嘛。然后其实我内心是早就已经和解了，虽然那段经历不太愉快，但是我自己内心是放下了那段经历，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事情发生，有一些事情的时候会触发这种回忆。我是已经不希望这种经历再波及到现在的生活，但是我爸爸现在不在了。上次看杰哥和他爸爸和解的时候，其实我挺感动的，毕竟杰哥的爸爸现在还他们还可以和解，一起生活，相互往来，一起吃饭，一起喝酒。我是没有办法再和他正式的去聊这个话题，所以已经没有机会了，但是我心里是和解了。Thank you.